安得广厦千万间这句话，可不能说着好听了。我该说你聪明呢，还是该说你傻呢？如果你觉得我傻，那我就傻呗。想当年，我也曾经和你一样执着认真，可结果呢？结果就是伤害了小雨和她的妈妈。 在别人的眼里，我算是熬出头了，成功了。可我心里清楚得很，我错过了一切，可以说是输得一塌糊涂。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规律，它不会按照你我想象的方式去运行。我们只能去顺应它。 适合他，而不是去挑战他，甚至是逆流而上。我也知道，你讨厌资本的虚伪，你痛恨资本的丑恶，但是你心里应该清楚，金钱本身并没有罪恶。就好比刀，它在恶人的手里是凶器，但是在勇士的手里，它就是屠龙的利器。但是大部分的勇士到最后，都会变成恶龙。 那是因为他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欲望。真正的勇士不会只想着去攫取恶龙的宝藏，只会用那些财富去帮助真正需要他的人。所以，只要你的初心不动摇，资本可以成为你得力的助手的。资本成为我的助手。嗯，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个李腾飞。 并不是投靠了资本，他只想借助资本来实现你们伟大的梦想。难道是我错了？我觉得你俩谁都没错。 只可惜，现实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小伙子，认清现实吧，我可不希望你走回我的老路，重蹈我的覆辙。王叔。 我想到破局的方法了，谢谢，想到了。哎，你还需不需要我的帮助啊？觉得我今天算是白费口舌啊。 大宇，你真打算把所有钱都投进去啊？没办法，现在咱们已经没钱了，与其这样苟延残喘的活着，不如我们破釜沉舟，最后再拼一把。彭越哥哥，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一定会支持你的。 你呢，佳玉？其实我一直不赞同以近乎赌博的方式经营公司，不过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就算是赔了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与其被动等死，不如放手一搏。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漂第一服务网站北漂房客网独家冠名播出的最美相遇特别节目与昨天的你相见，我是主持人小静。这好端端的大鱼让咱们看不见，北方现在有一千，特意给我发微信说这个点来看，也就是俗称的，谁知道这小子出什么鬼，其中有90%以上都是租房者。今天就让我们借助这样一个节目现场，邀请同一间出租屋当中的历届房客相聚，让他们共同回忆和聚首那些曾经相似却又陌生的经历。这种节目能有人看吗？想法倒是挺好的，但是没有什么亮点。再看看，我觉得于鹏月不会白花这笔钱。今天很高兴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大家也算是认识了台上的各位。其实还有一位朋友，他也曾经住在这间屋子当中，我们不用介绍，大家就都认识他。让我们有请著名的北漂小齐，掌声有请。主持人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小齐。你们喜欢听我的歌吗？喜欢。哎呦，真没想到啊，他也住过这么惨的。咱们没想到，于鹏月想在这里问几个小问题。哎，你别关了，我这还没看完呢。甭看了，他玩这一手，就是逼着我们加班了。不至于吧？这节目倒是挺新颖的，但是对咱们应该没有那么大压力啊。这只是第一期，后面至少还有六期，谁知道这小子花了多少心思？主持人风格够不够幽默？节目形式够不够新颖？对北漂房客网推动力度有多大？他应该都是想过的。甚至播出之后观众的反应、媒体的配合，他也想到了，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没理由使这么大劲儿，只是为了好看。那咱怎么办呀？我还没想好，但要想以最合算的价格收购 FB， 看来是没戏了。于鹏月这小子还真是不好对付。这个节目就这么吸引人？是的，对于一些北漂来说很有吸引力，很多非北漂也看得津津有味。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其实就是一个现场访谈类的节目，会把住过同一个房间的历届房客们集结在一起，让他们讲述各自的奋斗故事。它看点在哪里呀？一是每期会出现几个住过出租房的明星或者是公众人物，吊起观众的胃口；二来是从一间房子出发，讲述历届租客们的生活和心理路程。一方面呢，真实感人；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人们想了解其他人隐私的偷窥欲。三是具有激励和教育的意义。这个节目的主旨就是在于找到那些曾经蜗居过的成功者们，让他们对住过同一个房间的现在北漂说几句话，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儿。就这些。节目上大体就是这样，一个小时也承载不了太多东西。不过，于鹏月他们宣传还是做得挺不错的，到处都是话题和讨论。目前，他们的网站和 APP 上访问量一直在上升，不但追上了我们，甚至还超过了我们。这个于鹏月，童飞啊，你现在有什么措施没有？目前还没有，但我们马上开会会讨论一下。那行，那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不过，腾飞啊，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想出对策。是，我明白。好，陈老，我没说错吧？于鹏月又想出了新办法，眼看着就要咸鱼翻身了。可刚才李腾飞还舔着脸说没有对策，我看这就是他们俩早就计划好了。这个李
腾飞，太让我失望了。知秋啊，郑老您说，你要做好准备，随时接替他的工作。我明白了，郑老，上次让你调查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按照您的吩咐，我又重新调查了一遍，发现咱们之前掌握的资料已经很全了，没有什么遗漏。李登飞的背景浅得很，除了计划 A 公司和于鹏越的 FB 公司，他没有和任何大企业或者大财团有过什么特殊的联系，应该不会是别人安过来的钉子。这么说，要勾结也只能勾结于鹏越了。那就继续盯着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明白。庆祝我们公司起死回生！耶！干杯！哎，哥哥，玉总，玉总，玉总，辛苦了，玉总。干了！干了！好。尝尝，快吃，快吃！来，哇！听说这酸菜鱼特别好吃。对了，周总，咱们公司现在数据这块怎么样了？是这样，昨天日活跃量超过了40万。晚上同时在线人数超过了5万，就连今天都超过了1万。哇，太好了！那我们公司可是大有希望啊！对啊。哎，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有很多企业开始给我打电话，说是希望继续跟咱们进行商业方面的合作。光是广告客户就有6、7个。对，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还有风投问咱们是不是要投资的。哎，对了，于总。那接下来的话，公司您打算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招兵买马，然后我们再东山再起？哎，这次把我们从老家特地叫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计划？对啊，对啊，对啊。哎，您说呀，我们都听您的。我们都听您的。大玉，就说吧，我们都支持你。接下来我打算。把公司卖掉。于总，我没听错吧？你没听错，我确实要把公司卖掉。不是，大宇，我们坚持这么长时间，公司好不容易有点转机，你为什么把公司卖掉啊？我承认，咱们公司网站现在确实有起死回生的迹象，可实际上呢？不管从公司规模、人员配备、资金实力以及我们的公关推广，远远不及我们的对手。如果这个时候李腾飞反应过来的话，就凭咱们几个，早晚会被打得丢盔卸甲。于总，您这也太悲观了吧？再说了，由您带我们。我们有信心继续跟他们斗下去。对呀，对呀，对，斗下去，怎么斗啊？还记得我们几个当初创业的初心是什么吗？安得广厦千万间啊！北漂房客网，是我们几名创始人大学时候的一个梦想。正因为如此，我们从来没有把盈利当作我们的目的，而是把社会责任放在了第一位。可我们却忘了一点，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在市场上终究走歪了。鹏越哥哥，就算你觉得之前的路走歪了，那咱们可以改啊。现在一切都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干嘛非要现在卖公司啊？对呀，宇哥，为什么一定要现在这个时候卖呢？要卖就得现在。为什么呀？因为现在我们的竞争对手终于开始沉不住气了。之前他们为了对付我们，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跟财力，眼看着我们就要被打败了，谁能想到我们又爬起来了？所以现在是他们最头疼的时候。
如果能有一个办法让他们尽快结束这场不断烧钱的竞争，且代价不是很大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非常愿意。反之，如果咱们当下不卖掉公司，无论未来我们发展的如何，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打败。到了那个时候，那我们就十分被动了。所以说，要卖咱只能现在卖。知我者，莫过于小雨矣。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早去老大那儿的话，说不定我早就退出了。前两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和我说，只要守住本心，资本也会成为我们最强烈的助手。说实话，北漂房客网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所以就让他继续完成他自己的使命吧。一方面，我相信李腾飞会把我们未完成的事业做得更好；而另一方面，我也想借此机会重新树立一下我们的未来，给一直跟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交代。好，现在我在公司还有39%的股份，我打算分出1/3给在座各位没有股权的同事。彭越哥哥，于哥，这个，这是你们应得的。好了，那么为了公司的未来，在座的各位股东，请投上你们宝贵的一票。同意出售公司剩余股权的，请举手。其实，你没必要搞投票的，毕竟股权暂时转不到他们手里。你要卖掉你自己的股权，我们谁都管不着。我知道，可是他们都是跟了我这么多年的铁杆了，之前因为机遇还有能力问题没能分到公司的股权，眼看现在公司要解散了，我想让他们真正做一回主人。你是个好老板，但我却不是个好商人。我相信，只要我去找李腾飞，陈沪生一定会打你和周元的主意。是啊，咱们仨不管谁卖掉手里的股份，他们都能收购 FB 公司。所以啊，只有大家一起卖，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你就不怕我跟周岩背着你去跟他们接触？不怕。周岩是我可以托付生死的兄弟，而你是我这一辈子可以无条件信赖的人。
我来找你们李总。不好意思，我们李总不在。哎哎哎哎，帮帮帮！哎，你们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李总不欢迎你，请吧。告诉你们李总，我找他有正事儿。我们李总不会见你的，赶紧走，带不走我们不客气了。嘿，他都没说不见我，你凭什么替他做主啊？吵什么吵什么，大清早的，什么事儿？叶总，这个人又来捣乱。这不是于总吗？我来见李腾飞。找李总啊？好，好，好。你们几个带他去见李总。走吧。于鹏月，你们这是干嘛？李总，我们怕这小子又乱来，所以……行了，没你们什么事儿，出去吧。没想到啊，我也有这待遇，贴身保镖还是四个。还不是因为上一次被你给闹怕了。说吧。不在家好好想着怎么对付我们，到这儿来干嘛？不会是想着来嘲笑我吧？我是那种人吗？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谈收购的事儿。还真是有仇必报啊。你是不是觉得有一次成功的宣传就可以改天换地，扭转乾坤了？对，最近北漂房客网的数据量的确一直在上升，但这并不代表什么。想借此来吞掉我们，我觉得你是在做梦。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收购你们了？要收购也是你们收购我呀。你还记得上次你来找我谈的时候，我觉得时机不对，不过现在我觉得时间刚刚好，不知道贵公司还有这样的意向吗？你又在搞什么？我是抱着很诚恳的态度来跟你谈收购的事。李总，要求全写在上面了。如果贵公司还有收购 FB 公司的意向，我们同意。好，我知道了。程老，这事儿你让我考虑考虑，一会儿再给你答复。程老，什么事？这么慌张？于鹏月又到公司来找李腾飞了。我已经知道了。啊？您知道了？李腾飞刚给我打过电话。程老，你可千万别信他了。谁知道他们两个在商量什么鬼主意？他说，于鹏月来找他，是希望咱们能够收购 FB 公司。有这事？陈老，这可不是我背后挑拨离间。李腾飞和杨新伟刚刚把手里的股份卖给我们，于鹏月就来这一手，您可千万别相信啊！李腾飞把于鹏月提的条件都告诉我了，让我想拒绝都没法拒绝。这回他们是认真的。陈老，您不会真的就现在打算收购他们吧？为什么不？他们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不就是等着这一天吗？那就让他们这么白白的得手，就这么算计我们，不然还能怎么办？啊！继续让他们像一块牛皮糖一样粘在那里，怎么甩都甩不掉。继续花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跟他们斗下去。就算我把李腾飞开了，换你上来，你打算用多少钱能摆平于鹏月他们呢？那这样我们也太亏了吧！
知秋啊，你要记住，成年人只讲利益，孩子才论输赢。明白了，我承认这件事情上咱们是吃了点亏，也许于鹏月和李腾飞早就算计好了，他们料到我再也不想跟他们耗下去了，所以才直接摊牌了。哎，后生可畏啊。不过这件事儿也该到此为止，他们俩通过北漂房客网已经获得了各自的利益，接下来就是该你和我获得更大利益的时候。之前于鹏月一直死撑着不肯买公司，周岩和王若雨出于道义又不好直接背叛你，现在于鹏月总算动了卖公司的念头，这块铁板终于有了松动，能少花钱的事儿我还是要试一试的。菲菲啊，如果现在让你把周岩单独约出来，你做得到吗？行了，不就一个男人吗？是不是？别无精打采的了，陈老问你话呢，啊？瞧瞧，陈老多看得起你。这年头，男人哪有钱靠啊？想想办法，把他约出来。他是不会见我的，我也不想再害他了。你们还是自己想办法。给脸不要脸是吧？啊？菲菲啊，这怎么能叫害他呢？男人之间的事情，有时候你们女人未必懂得懂。是福是祸，更是无法判断。俗话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许我们这么做，还能成全周岩呢。依我看，周岩对你未必死心，你知道吗？越是意气用事的男人，感情就越脆弱。你想想，你和周岩这么长时间的感情，不是说没了就没了的，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试试他的心呢。知秋跟我说过你家里的情况，人事都不够现实的，更何况是女人，所以不要拒绝别人对你的帮助，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嗯，你觉着他能来吗？行啊，你还真来了。
陈老呢？陈老？什么陈老啊？难道这一切不都是陈老安排的？ 陈老，好久不见啊！想见面何必绕那么大弯子呢？哎，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爽快啊！当年你只不过是个大学没毕业的娃娃。 没想到这才六七年的功夫，就有了算计我的资本。哎，陈老，看您说的，我这个晚辈哪敢算计您啊？倒是您隔三差五不辞辛劳的算计我呀。先是派叶知秋过来捣乱，紧接着又让于静投资过来当卧底，后来菲菲的苦肉计，到现在，您亲自出场谋划周延手里的股份。哎，陈老，您这可有点为老不尊啊！ 这叫什么话？商场无长用，实力论尊卑。嗯，要说小手腕，咱们俩可是彼此彼此啊。你跟李腾飞是一明一暗，一正一反，一红一白，演的这出戏差点把我都给骗了，让我是又惊又怕，又爱又恨。 如果我说我没有和他演戏，你信吗？如果我说信，你信吗？行了。 既然今天被你们识破了，我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估计王若雨那边也一样。你们啊，就是不想让我省一点心，更不想让我省一分钱。陈老，我们仨的股份加起来虽然贵了点，但是相比您后期持续不断的投入，我想您这一次付出，可算是物超所值啊。年轻人，这么些年来。 大鱼，你怎么了？不知道该喜还是悲。什么意思啊？咱们之前的离间计成功了，陈霍成终于相信我跟李腾飞之间有勾结。啊？他在这个时候相信？是啊。他早不信，晚不信。 偏偏这个时候消息，那老大还能继续在北漂生活网待下去吗？陈老。
您慢点，不用扶，我还没老到那个地步。今天下午谁也不见，你把菲菲送回去，放你半天假，你也别来烦我。哎，不是，陈老，我。怎么了？不许借。你有病吧？去，开你的车去。啊，我站着。陈老吩咐了，今天下午谁都不见。我这是公事。哟呵，公事儿，公事儿也不行。陈老特意交代了，就连我有事儿都不行，更别提你了。真把自个儿当个人物了是吧？我看你这是借题发挥，假传圣旨吧？哎，谁能证明程老说过这话？我能证明。刚才程老回来的时候心情就不好，你要是想进去找死，我们不拦你，但麻烦你等我们走了之后再进去，别连累我们。真的？你还信不信？蒋哥，这个叶知秋啊，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你觉着他能进去吗？你要是真想让他触陈老的眉头啊，刚才就不该拦他。对呀、啊。哎呀，光顾着看他不顺眼了，都把这茬给忘了，真是该死。不过也无所谓，他这个人本来就多疑，肯定要在门口琢磨一会儿呢。有的时候，煎熬比打击更折磨。你长得好看，说什么都对啊。你想喝什么吃什么随便点啊，这不吃。我看现在时间还早啊，吃完东西之后我们是不是找一个环境好一点的酒店啊，一块儿看看电视啊，做做运动啊，燃烧一下卡路里啊什么的。我想吃甜筒。甜筒？不是，他这儿也没有。甜筒行，没问题啊。甜筒是吧？何止甜筒，你要星星月亮我都给你弄来。前面，等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跑挺远吧？还行。好吃吧？好吃。一会儿吃完咱们去哪儿燃烧？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个啊？不是，刚才不是说……哎，我说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你眼瞅着叶知秋在旁边虎视眈眈的，你还有心思想这个东西啊？再这么下去，你就要被人踢出局了。可能用不了多久，你伺候的主子里面还多了一个星夜呢。
不能吧，我跟了陈老可有十几年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别忘了高山丽的例子就在眼前。有道理啊，我是得想点法子压制住那个姓叶的。那你就自个儿多努力啊。先不点菜啊，你再跟我多说一点关于李腾飞的事儿呗。你问这个干嘛呀？前段时间呢，陈老怀疑李腾飞跟别的公司有勾结，就让那个姓叶的去调查一下。结果这姓叶的纯属糊弄事儿啊，什么也没查出来啊。我就想着我自己再查一遍，万一要让我查出什么事儿来，我当着陈老的面儿才能狠狠地扇那姓叶的一大嘴巴呀。